系大家好，我系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嘅校长 Wilson， 咁同学都系咁样叫我噶啦。我心目中嘅赞好校园咧，系一个冇围墙嘅学校嚟嘅。冇围墙嘅意思咧，就系其实佢唔会受学校嗰幅墙咧去困住啦。其实老师同学生咧，其实都可以周围去嘅。咁即系其实呢一个校园咧，其实系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，可以进入社區，可以咧係去個大自然嗰度咁樣樣。其實本身成個世界就係一間好好嘅學校嚟嘅。咁喺呢間學校入邊咧，其實係唔使考試啦，唔應該要考試啦。其實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去發揮佢自己最叻嘅嘢。咁佢係揾到自己人生嘅方向嘅。